首先呢，它就是一个包覆性很够，有点像无痕内衣的一个小可爱。你买的时候它会附两个，一个是这样，下缘是长这样，一个是薄的，就看你喜欢哪一个就会送给你，反正你可以自己换。一个是下缘有的，那我现在穿的是垫下缘比较厚的。好，所以呢你收到反正就是会有这样一个，可能在里面，一个可能在外面，反正就是我两种，一个是厚的，一个是薄的，给大家哦。整个包覆性超够耶，副乳没有耶，而且呢它真的颜色穿起来好漂亮。再来它后面就是内衣性质的感觉，就是后扣式的。然后呢它后扣的秘密看到了吗？是爱心，然后它是三排三扣。我刚刚讲它有点像半内衣式的，可是你们看它的弹性，哇，这件好厉害哦，它好弹哦，它就这么弹哦。所以呢大小胸部都可以穿，然后下围真的舒服到好像没有穿内衣耶，好舒服哦。好，那给大家看一下，它里面是这样，感觉好像没开口哦，它有，它的开口在这边。好，那颜色的话呢，它就是很基本的，哎，肤色一定要买，因为我常在讲要穿浅色的内衣，要穿肤色的就是这种了。好，然后黑色就超经典，紫色就是不能不买哦。我觉得就算当外衣小可爱穿也超好看的。好，它就是一个淡淡的紫，然后非常发白的紫，好好看哦。